将是马栏山乐坛的最强公演。为争嗨唱资格，练习歌手自我评级，李维嘉、吴昕、熊梓淇、杜海涛。我想上去看看。那你上去坐一下，我给你拍个照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这个位置是我的。何炅。导演来了，我就是马栏山蔡徐坤。天哪，太感人了！两个孩子的妈都来参赛了。哦battle， 我来一个狠的吧，就是我可以，你不行。好，最强导师来袭，张杰、羽泉。老师好。哎，你怎么在那儿？我还是助理。你们两个人都在，谁带孩子呢？当完美夫妻遇上公正导师，他们是否还能恩爱如初？这首歌的名字叫《气球》。对啊，在一口气里唱完。我气儿足够。你的男的，我的，你的我的。去到你的位置，我从来就是体面无私包青天的。原来这个节目有淘汰的。放肆唱出来，他们能否扛起原唱包袱？这一次要唱的歌是羽泉最经典的一首歌曲。到我这都能唱。Yeah！ 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沦沦。嗨唱合作舞台，他们能否度过重重难关？那也是我们的主场。冷酷到底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冷酷，这点我没有。一首歌，解密与爱你的心无限靠近。好吗？天哪！二哥来一个。好可爱。四个人的分配是相当的差劲。大家会看到我从未有过的表演形式。非常开心，这首歌有不一样的一次演绎。又是什么让他们潸然泪下？满足任何人的期望。会很心疼他们，就怕他们。没关系，有我的。这个初夏音乐节与狂欢更配。